像黄瓜，人人都会做，但是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。南瓜你做出来的不是长毛就是坏掉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家里用了几十年的老方法。每年夏天，家里都会腌制上几次，吃起来特别的爽脆，做法也是非常简单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苏，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准备八根黄瓜，用凉白开多清洗几遍，切掉头尾两端，中间对半片开，再一分为二，去掉瓜瓤，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，腌制出来的黄瓜才会更加的清脆爽口。再次一分为二，每一根黄瓜像我这样给它切成八条，装入大盆，这样的一个大勺加入一勺白糖，翻拌均匀。用白糖来腌制黄瓜比用食盐腌制会更加的好吃有营养，腌制一小时杀出水分。喜欢吃辣的朋友准备上一些小米辣去蒂，对半切开，去掉辣椒籽，再准备十头大蒜切片，装盘备用。锅中有热，这样的勺子加入一勺花椒，一大勺干辣椒，一小勺辣椒面，最小火炒出食材的香味，关火晾凉。接下来准备一个酱汁，碗中加入这样一小勺食盐，一大勺生抽，两大勺山西老陈醋，一丢丢就装蚝油提鲜，再倒入熬好的辣椒油，把料汁搅拌均匀。现在黄瓜也已经腌出了很多的水分，每一根都变得柔软有韧劲儿，倒出黄瓜汁直接喝了。腌制好的黄瓜中加入小米辣蒜片，调好的料汁，翻拌均匀，这样做好的酱黄瓜就可以直接吃了。想要更加入味，我们可以放在冰箱冷藏腌制三到四个小时。这是腌制了一晚上的效果，这样做好的酱黄瓜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，真的是太好吃了，吃起来爽脆可口，麻辣鲜香又入味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干净消毒过的容器，腌制好的黄瓜一次性的吃不完，可以放在冰箱冷藏密封保存。夏天天气热，吃饭没有胃口，可以来上几根下酒又下饭，上桌比大鱼大肉都还受欢迎，无论是配上白粥或者是馒头米饭都特别的好吃，一次可以多做一些，半年都不会坏，快试试吧。